来自光之银河联邦信息，来自高密度博客。问候你们，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亲爱的地球人。一，伟大的觉醒，地球进入新时代的量子飞跃。问候，亲爱的人们。我们美丽的星球，地球，正在经历一场非凡的演变。它穿越宇宙的旅程中的巨大飞跃。这个过程被称为地球扬升，是行星意识及其物理结构的复杂且多方面的转变。地球的扬升是我们星球的精神和物理转变，因为它提高了振动以与更高维度的频率保持一致。这是从以二元性和物质性为特征的 3D 意识到以统一性和灵性为特征的 5D 意识的转变。地球作为一个生命体，正在不断进化，扩展其意识，并进入更高的振动状态，就像毛毛虫变成蝴蝶一样。地球扬升的迹象，有几个迹象显示地球扬升的过程正在进行中，其中包括全球动荡和天气模式变化的显著增加，以及时间加快的感觉日益增强。在更微妙的层面上，许多人正在经历个人意识的转变，包括直觉增强，对真实性的渴望增加，以及与所有生命的相互连结感增强。这些都是地球振动转变和集体意识觉醒的迹象。对人类的影响，地球的扬升对人类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地球的上升，能量和频率提升，它的居民也必须上升。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被邀请经历一个个人提升过程，提高我们的振动，扩展我们的意识，并拥抱更和谐的存在方式。这种转变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它可能涉及释放旧的模式，面对我们自己的阴暗面，以及应对不确定和变化的时期。然而，最终的结果是转变为更高意识、团结和爱的状态。我们扬升之旅的后续步骤，当我们继续这趟变革之旅时，我们作为个人可以采取一些关键步骤来帮助我们的个人提升过程，并为集体转变做出贡献。拥抱个人转变。个人转变是扬升过程的基石，它涉及释放不再为我们服务的旧信念和模式，拥抱新的思维方式，并扩展我们的意识。这可能涉及静心冥想、正念和自我反省等练习。培养团结意识。当我们走向更高的振动状态时，分离的想法就变成了过时的范例。拥抱统一意识意味着认识我们的相互联系，并培养对所有众生的爱和同情心。培养韧性。扬升之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它可能涉及不确定和动荡的时期。培养韧性有助于我们应对这些挑战并不断前进。这可能涉及自我保健，保持积极心态，以及寻求志同道合的社区的支持等实践。参与为他人服务。当我们提高意识时，我们经常被要求以某种身份为他人服务。这项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帮助当地社区的个人到致力于与我们产生共鸣的全球事业。透过参与服务，我们不仅为集体提升做出贡献，也继续我们个人的灵性成长。看不见的光明力量在运作。当我们提高振动并与更高维度的频率保持一致时，我们开始挖掘以前超越我们掌握的潜力和可能性。我们正在从分离和二元性的状态进入统一与和谐的状态，从有限感知的状态进入扩展意识的状态。当我们通过地球扬升的改变之路时，
有看不见的光明力量在起作用，引导和影响这巨大的转变。这些力量通常与更高的维度、精神指导或普遍意识本身有关，正在精心策划我们的扬升，推动我们走向更高的振动状态和扩展的意识。地球的扬升，伴随着看不见的光明力量的工作，正在创造一种深刻的期待和兴奋感。这种期待源自于这样的理解：随着我们的提升，我们正走向等待人类的伟大揭示。我们正处于人类新时代的边缘。然而，这些看不见的力量并不会决定我们的旅程或强加一条预定的道路。当我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吸取自己的教训，并最终塑造我们自己的现实时，他们会支持和指导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扬升过程不仅仅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而且是我们在这些微妙但深刻的看不见的力量的指导下积极参与的事情。虽然这些光明力量在物质领域中仍然是看不见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感觉不到的，但它们的影响通常可以透过同步性、直觉洞察力和深刻的个人转变来辨别。许多正在经历个人扬升过程的人报告说，即使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指导感也增强了，与精神自我的联系加深了，并且对旅程的信任不断增长。结论：地球的扬升是一趟变革之旅，不仅对地球而言，对地球上的所有居民也是如此。这是宇宙的召唤，唤醒我们，超越我们的旧范式，并拥抱一种反映我们最高潜力的新的存在方式。当我们应对这一深刻转变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就像任何旅程一样，它既充满挑战，也充满机会。但透过以开放的心态和思想拥抱变革，我们可以乘着扬升的浪潮走向更光明、更和谐的未来。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二，事件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阶段。地球上的人们，亲爱的光之家人们，真实迹象表明你被仁慈的外星人选定了。许多人对外星人感到好奇，以及见到他们会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友善的外星人选择在地球上拜访我们的迹象。这个主题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思考宇宙的巨大可能性。纵观历史，人们分享了与来自其他世界的生物相遇的故事。这些故事来自全球不同的文化。有些故事将外星人描述为可怕的生物，而有些故事则将他们描述为聪明且乐于助人的生物。这些说法代代相传，向我们表明外星人造访地球的想法并不新鲜。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让人类着迷又困惑。仁慈的外星人来访的迹象，许多人相信他们曾经遇过来自外太空的友善外星人。以下是他们声称自己经历过的一些迹象，表明他们与这些外星访客有过接触。 A. 感觉比较互联，直觉。想象一下，突然感觉自己对事物有了更好的理解，就像一个灯泡在你的脑海中亮了起来。一些声称遇到了仁慈的外星人的人说，他们有这种感觉。他们谈论拥有更强烈的本能和与周围世界更深刻的联系，就好像他们被赋予了特殊的洞察力一样。 B. 注意到奇怪的巧合。你的生活中是否曾经发生过一些看起来太完美，而不仅仅是偶然的事情呢？
那些相信自己遇到了友好的外星人的人经常谈论更频繁地经历这些奇怪的巧合，就好像宇宙正在玩一场连接点的游戏，向他们发送一些小信号和暗示，表明一切都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C. 身心感觉较好。一些与仁慈的外星人互动过的人报告说，之后感觉更健康，更快乐。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改善，例如，缓解慢性疼痛或更快地康复伤口。在精神上，他们感觉更加清醒、平静，仿佛肩上的重担被卸下了。这些健康和情绪的变化可能令人惊讶和受欢迎，让他们想知道与友好的外星人的相遇是否对他们新发现的健康起到了作用。 D. 透过想法和梦想进行交流。想象一下，在你的梦里，一言不发地进行对话，或从我们世界之外的生物收到讯息。相信自己是被仁慈的外星人选定的人们，经常描述这些沟通形式。他们在脑海中接收到的想法或图像感觉像是来自其他地方，或者他们有生动的梦，在梦里与外星人互动并接收重要讯息或指导。这些经历既令人着迷又令人困惑，让人们质疑现实的本质以及他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一、增强感官知觉。一、对能量场的认识增强。一些遇到过仁慈的外星人的人报告说，他们对能量场的敏感度提高了。他们感知周围环境的微妙变化，并感受到与自然世界的更深层的连结。二、扩展的感知能力。其他人描述了体验扩展的感官知觉，例如看到超出人类正常听力范围的光环或听到频率。这些增强的感官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到所有事物的相互关联性。事件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阶段。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我们是银河联邦。谢谢收听，感恩祝福。
Thank you.